睇片之前记得订阅鱼一 YouTube， 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Hello。系啊，啱啱彩排完飞过嚟啊，喺 Star Hall 飞到嚟呢一套会展，好攰，因为啱啱其实系彩排到我谂七成到啦。咁就收到一個急 call 就話，呢邊差唔多咯，咁我就好啦，飛過嚟啦咁樣啦。咁佢哋而家仲喺嗰邊彩排緊嘅，我而家都可能要翻過去嗰邊再睇下佢哋嘅處理方法啦。因為原來第一次做演唱會主辦係咁唔容易嘅，即係以前真係身在福中啊，我都知福嘅，但係身在福中真係原來係以前係好好多唔同嘅配合啦，有好多團隊啦。咁今日都其實見到好多。過去幫過手的同事和同行啦，都要在這裡多謝他們了。因為今天是拿了一個叫做獨立音樂人的獎項，是對於我來說是第一次以這個身份得獎，所以多謝這個平台，還有多謝過去一直以來有幫過許廷鏗和支持許廷鏗的朋友，是的。如果明天有幸買到門票入到嚟睇嘅觀眾，我希望你哋 enjoy， 花咗好多心思、好多心機嘅，但我係唔會劇透嘅。其實我唔知今日會攞咩獎嘅，咁但係跟住之後，我頭先同阿 Joyce 傾緊偈嘅，未準備好，跟住原來我呢個獎係我嘅咁樣，咁係開心嘅。我都係維持原判，係一路叫身邊啲同事唔好話俾我知究竟我攞咩獎，我想留翻個驚喜係去到得獎先知嘅咁樣。都驚喜的，因為我冇估過是我。因為其實同場都有很多，其實開始獨立音樂人是一個慢慢變成越來越多參與度或者甚至一個趨勢的一個單位啦。其實我覺得遲啲應該冇呢個獎項了，應該唔好分噶啦。究竟係咪獨立？因為每個人都應該是為自己的幸福負責嘅。因為我嗰隻第二隻得獎歌就是沒有人可以為你的幸福負責。咁特別想多謝作曲嘅朱文熙同埋編曲嘅楊彤，因為咧佢哋兩個係比較樂壇新進嘅，所以喺度想介紹俾大家。咁亦都呼應翻今次呢個主題就樂壇新葉啊嘛。咁亦都希望有新一頁啦。咁我頭先喺台下其實見到阿 J 同埋唔係叫 Jeremy， 我成日講錯 Jeremy 同埋 Anson Low 去表演，啱啱嚟到講一次睇佢哋表演，我係覺得非常之勁。同埋我係第一次聽阿 Jeremy live， 原來係非常之穩嘅喎，甚至係哇佢啲妖艷嗰啲單眼嗰啲，哇係我自己做有少少勁亂嘅感覺，但係佢做係幾強勁嘅，我係覺得。挑戰下佢呢首歌，你而家單眼？好奇怪啊！誰是我？好奇怪。哇！我似生硬挑針多啲，留翻把聲係啦。同埋其實我要跟佢哋學習嘅，因為其實我聽日開 show 咧，有一隻歌係跳舞嘅。你話唔知啦，你有留意開啲嘢，應該要知啦，係咪啊？上個 MV 又出過，唔通今次唔跳咩？俾人戒燈啦！哎呀 ，deep wear 啊！我著樽領。唔著 deep V 啊！聽日凍啊！睇下佢已經擤鼻涕啦。我著樽領，但係我係唔好諗呢啲啦。阿 Joyce 嗰啲衫，我著就唔貼身噶啦。多咗兩個位啊，唔啱擺啊。咁但係聽日都，我覺得服裝係好有心思嘅。聽日。都有一個小 deep V 嘅，但唔好為咗個 deep V 而嚟睇，要睇就睇其他嘢，係啦，聽下唱歌咁咯。咩話 ？fit 咗啲啊？因為近排排舞排到傻咗啊，同埋冇啖好食。係，不過咩話？著短褲。呢位可唔可以重複啊？著短褲？著短褲我而家唔驚噶咯，但係等夏天到。讲真就其实真系开心嘅，第一次以一个老板嘅身份开演唱会啦。咁呢一样嘢原来系一啲都唔容易，但系入边摆咗好多唔同嘅心思啊。咁亦都要同大家讲下，
係有好多可能大家未聽過嘅新歌，係未發布嘅新歌嘅。咁所以入得嚟嘅觀眾咧，做定心理準備，預備聽新歌，可以錄嘅，可以拍嘅，因為我間公司叫自許記錄，所以你哋可以拍嘅。係咪今次都不計成本？不計成本，我係將紅館嘅製作擺咗嚟呢個沙河度，亦都做咗個四面台嘅。咁所以到時係希望同觀眾可以盡近。咁咯，咁但係我知道好多觀眾喺度，即係好多樂迷喺度鬧緊嘅，因為買唔到飛。咁但係放心啦，完咗呢兩晚之後咧，大家咁支持我係會再開演唱會嘅。好啦，2023我哋再開演唱會，再見。Have a job in.